23日，美国商务部召开半导体峰会，要求半导体供应链提交晶片库存和销售数据，以判断是否存在囤积情形。29日，韩媒报道，美国商务部要求台积电、三星电子、SK 海力士和英特尔等晶片制造商期限提交机密资料，可能影响大厂的议价能力，打击整体晶片市场价格。对此，台积电不予评论。如果是企业的营业秘密的话，我觉得企业应该是会自己考量他什么会公开，什么不会公开啦。韩媒进一步指出，美国商务部期限提交机密资料，包括每个人可以制造的晶片类型、按产品划分的每月销售额、客户名单、库存数据及供应不足的相关对策。熟知半导体产业的吴金荣指出，对于指标晶片大厂数据，许多券商资料都能看出端倪，而且要提供这些讯息，双方都会签保密合约。美国商务部得了这个资料，他也不会去跟谁议什么价。以美国商务部的最大的立场是，他不希望晶片缺货导致他的汽车工业变成停产。吴金荣表示，现阶段最缺的就是车用晶片，尤其疫情严重的马来西亚，在车用晶片的 IC 测试和封装占有很大比重。吴金荣认为，要调查晶片的囤积情形，应该先从车厂着手，而非供应商。从下往上一直去溯源嘛，所以要的资料是先从车用车厂了解它的供应链，谁不能供应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谁供应缺的？然后你另外一个，你还要问车厂，你什么时候跟人家下单啊？谁不能交？然后他再来找。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，期望企业在45天内回应，以了解及量化问题，并帮助提高供应链信任度及透明度。外界推算时间点将落在11月18日。新唐亚太电视王冠霖、李晶晶，台湾特别报道。